主料：海虾8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八角、花椒、葱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煮好的海虾，锅里油热后，放八角和花椒爆香，然后放葱姜爆香，然后放海虾，加少量盐调一下味，可以多炒一会，炒的虾壳变颜色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海虾不放盐也可以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